现在继续开会。我们在场的第一位到场的就是等一下要质询的郑宝清委员。列席的官员有我们非安会的主任委员黄黄辉主委，资深非安调查官王新忠调查官，副调查官苏永度、苏永照，苏水照，对不起，是这样念没错哈，苏水照。非安组的副资深非安调查官任静怡，调查实验室的副非安调查官关文林，秘书廖娟慧，这是人事秘书还没到，他有请假吗？我们马上查一下。好，因为人事今天应该会有蛮多人问到人事的，还是要来一下哈。主计资议李树慧，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林志明局长。好，我们现在开始继续开会，请非安黄主任委员报告业务。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今天很高兴来到大院进行非安会105年度的业务报告。希望各位委员给我们指教跟建议，能够让非安会的业务更精进。那在还没有报告之前，先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本会的重要组长。非安会业务的组长是民用航空器、公务航空器跟超轻型载具的非安事故调查。那调查的主旨是在避免类似事情以后再发生，而并不是以处分或追究责任为目的。所以以下我就将非安会的业务重点跟近期的执行成果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第一个，有关非安事故的调查的统计，到今年一月，从一月到6月15号为止，总共有新增调查5件的非安事故，那已经结案3件，目前还有8件在调查当中。那如果从非安会87年成立到现在，大概总共有执行118件的调查案件，而且提出912项的非安的建议跟改善的措施，其中除了29项是由行政院列管，还有7项。因为新的结案还在等待受建议的单位回复意见之外，其余大概有876件都已经结案。那在列管当中，非安的建议最重要的是包括机场驻导航设施的建制，还有机场跑道地区的平整，军民用机场的管理、飞航环境障碍的管理、民航主管机关建立业务的强化，以及民航业者安全管理系统的精进。那第二，有关重大的飞航事故的调查进度，大概总共有2件。第一件是复兴航空1122飞航事故，大概在103年7月23号，在澎湖发生的复兴航空飞航事故的调查，飞安会已经完成调查。同时在105年1月29号发布中英文的调查报告。那这个案子总共我们提出29项的非安改善建议，其中有11项是有行政院在列管当中。第二项的重大飞航事故的调查是复兴航空11235的飞航事故，那是在去年104年2月4号，复兴航空11235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前往金门上一机场的时候，该机在起飞3分钟后坠毁在松山机场东方的基隆河南港段，那造成机上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外也有地面2人受伤。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非安会已经完成飞航资料的记录器跟座舱语音的记录的解读跟确认，同时在104年7月2号发布事实报告。那
这件飞航的事故啊，已经进入结案的阶段。那中英文报告啊，已经在上个月5月31号经飞安会第45处委员会议通过，目前正与国内外相关机关做最后内容确认，预计在近期发布中英文的最终的报告。第二大项是业务重点，第一个是有关我国飞航记录器解读能量的提升。那因为新型航空器的精进入力的提升，已经冲击到飞安会飞航事故调查的能量。那102年度起，有部分的民航业者听过新型的飞机，所以飞航记录器啊也随之更新。因此，对飞安会对国籍的民用航空器，在座舱语音跟记录器，就 CVR 跟飞航的飞航资料的记录器 FDR 解读的能量降低下来到94.2%跟91.7%。那为了因应这样的变化，所以飞安会啊在104年就购置该等新型的解读设备。目前对国内各型的 CVR 跟 FDR 的解读能量都已经恢复到99.6%。那第二个飞航事故的趋势的分析，那飞安会由民用航空器、公务航空器跟轻型载具的事故调查统计，了解到我国飞航事故的趋势，来进行改善的飞航改善。那目前由本会的事故调查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来，航空器的冲出或者是偏出跑道，以及飞航器的系统的组件的失效，是占所有事故比例最高。而且本会在近期的调查也发现，组员遵守飞航程序的相关问题，因此应该加强组员遵守程序以及人员的教育训练，是必须要的重点。那我们根据美国运输航空委员会以及加拿大的运输航空委员会提出最近的飞航改善重点，也包括遵守程序、教育训练跟改善机场跑道的设施。这个有这个资料显示啊，我国跟国际之间的飞航改善的趋势是不谋而合。那第三个，我国现在的飞航飞安的现况，那在近十年，从2006年到2015年近十年，有关涡轮喷射定翼机平均前尾事故，已经有10年前每100万里长3.18次降为0.58次，那跟世界平均0.54次是非常接近。那至于涡轮的旋转螺旋桨飞机事故，原来是从1993年到102年的100万里长的全毁平均事故例数零，但是因为不幸的上次发生2次重大的事故，已经把我们的记录打破了，所以近十年来的平均事故率啊，造成每百万里长的出事达到3.09，是高于全球平均值的1.84次，这对我们国内的航空业者来讲是一大警惕。第四个，那本会在五年来所提出显著的影响国内飞安环境的改善的建议，在五年当中，我们有提出的改善，第一个包括机场设施的改善，提出强化跑道进场灯光系统，设置跑道中心线灯以及维护跑道地带的平整。第二个，民航主管机关督导航空公司建筑完善的安全管理系统。第三个，普通航空业航空器及公务航空器应该安装检视的飞航记录器。第四个，在5年共发生8起冲出及偏出跑道的飞航事故，因此本会建议航空业者应该加强驾驶员落地重飞的决策，以及切实遵照标准作业程序。例如飞航安全事件的专题研究，那飞安会为了执行调查业务，针对历年来发生的案例以及我国航空业者为飞航报告系统的发展进行专案研究，在104年里边，专题研究包括第一个飞航事故调查分析模式的研究，第二个我国民航飞安报告系统之发展，第三是水下听音系统整合计划，第四航空器结构应力耦合分析与事故调查之应用研究。
那在105年本会的研究计划总共3项，包含第一个建筑事故噪音系统，第二强化非安住院报告平台，第三深化调查技术及改善非安。那上面的三种的专题研究最主要就要继续提升我国的非航事故的调查品质，那主动分享资讯的非安以及深化调查的技术。第六，非安助动报告系统运作，因为未来要因应有效的侦测非安的死角，化解不利非安的潜伏性因素，因此非安会在88年就成立了非安住院报告系统。那非安住院报告系统最主要是秉承着住院保密无责等特性，提供航空从业人员一个分享亲身经历，或者提出工作上发现任何可能影响非安问题的管道，避免这类潜伏性的危险因子继续演变成非安事故。非安会每年平均收到大概20到30件的非安住院报告，经过我们专责人员处理分析以后，将相关的安全资讯透过本会发行的非安住院报告系统简讯传递给民航从业人员，发挥防微杜渐、消弭非安事故与无损的功能。最后第7项，我们发行非航空安全及管理季刊，那为了彰显航空安全以及管理的重要性，因此非安会在103年1月就创刊发行航空安全及管理季刊，那提供给产官学界发表理念的平台，到105年4月已经出刊了10期。最后我们要提出未来的展望，那非安会都很用心在调查每一件非常事故，希望能够提升我国非常安全尽最大的努力。但是非常的安全绝对并不是一个非安机关可以达成的，必须要结合民航领域中的每一个分子，谨守每一个人的岗位，先紧每一根螺丝，才有办法让天空更安全。所以我们期许民航主管机关应该恪尽监督及督导的责任，民航业者应该订定更高的安全规格，从上面的组织管理策略到下至人员的教育训练，不容有任何妥协之处。那本会在调查的时候，将针对各项事故的环节的修正、分析、化解潜在的风险，找出根本原因，提出改善建议，避免类似的事故再发生。那如此环环相扣，才能够切实健全我国整体的非安环境，达到保障人民生命及财产的安全。那最后感谢各位委员的聆听，同时希望各位委员不吝指教跟建议，并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4项，询答时间本会委员8+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5分钟，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登记在10点截止，委员如果有提案请在10点以前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郑宝清委员发言。今天不用准备便当。我请黄主任委跟林局长、林志伟局长。请黄主委、林局长。来，主委，我请教一下，你为什么会当这个主委？是不是政治酬庸？跟各位报告一下，我是被拜托来当主委的。不是，是不是因为你对国民党有关，所以才？因为我跟国民党一点都没有关系。还是人家这个媒体说你助选有功？没有，我因为这个主委是被行政院长。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就问你，毛志国跟你任命以后10几天，他就下台了。
对不对？你十二月二十九号任命，1月16号他就17号他就下台了，嗯，对不对？啊，现在新政府又换人了，啊，你会不会好好把这个工作做好？当然要做好，因为这件主委的工作啊，你的任命跟政治没有关吗？报纸都写说你是因为辅导国民党啊，这个九二一选举有功，所以特别排这位置。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在台南没有胡选？没有没有。不，来这不能讲谎话。哎，绝对不讲话。绝对不讲话。好，好的，我现在跟你讨论惠安的问题。好，这个首先啊，这个虽然我们光交通部啊没有人在，不过民党局还是了哈。这个我在这里一再提倡啊，说我们的这个观光还要松绑，观光松绑。那我看到今天报纸说开始要松绑了哈。那么我想这一点值得鼓励了哈，因为我们松绑之后才能够有更多的旅客来，但是旅客来。又面临着惠安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惠安人越多来，惠安问题就会比例会就是次数会增加了哈。好，我现在请教你一下，来，到底是我们现在啊，机场发生很多问题，那么我想也是你惠安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知道2010年的2月15号，我们的塔台机场断电，这你知不？你嘛唔知？机长回来吗？我想那个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整个航管作业其实是，就是即使像6月2号有遭到雷击啊，这个这一个礼拜前了哈，断了大概20分钟左右。但是我们其实有备援系统，其实它马上就会切换到备援系统。对，然后你那个那天25号那一天呢，断电了。那个整个来讲，应该是也是很短的时间就会处理掉，拖了一个多小时才修好。我知道，我看到报道了。那个拖太久了，那个飞机在上面飞。整个来讲，我们都有一个备援的系统了。主委，航管的角度，这个是惠安的问题啊？啊，主委，对啊，主委一直定导，点头如捣蒜。这种东西哈，如果说有发生问题的话，他要通报，那就变成惠安会要介入调查。要介入调查，你们要去介入调查，两个礼拜前而已啊。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我们的备电系统24小时要通报。这个哈，阳明山那个我倒比较不苛责了哈。但是那个哈，我们的机场雷达断电哦，这个太严重。所以机长你要小心了哈，好不好？这个哈就别再发生一摆代志呢。是。那哎。我经常公司人真离谱呢，人经常说我们的惠安会叫什么？叫做事故会，有事故才开会啊，没有事故就没事做啊，所以惠安会叫做事故会，发生空难啊，你早开始启动，但平常不做事的，是不是？你们应该把所有全世界去研究全世界为什么发生惠安事件，把这些具体的意见，然后给我们的交通部一起来处理，是不是？注意啊，对，你有在做啊无？有。还是每天研究收水，还是研究饲鱼啊？没有，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惠安会一定是往最好的方向走。但是有一点值得庆幸的，假设惠安会没有事情做调查，表示我们的惠安是安全的，对吗？不是啊，你要把研究的结果给他们做参考嘛，对，对不对？因为你们现在受的非常安全，这个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故发生嘛，这是你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嘛，对不对？对。所以你这个，所以我们104年跟105年都有专题研究，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啊，你有没有给他们啊问题啊？对，我们都有给他建议。问题我跟你讲哦，注意啊，你等下爱改变啦，下一张，你看，你所谓 Q&A 都避重就轻啦。你讲啥？15000公斤以上涡轮喷射机的事故率，为什么不把它重复其他包含进来？嗯哼，你都提一波拢看嘛。我们的政府官员很厉害，就是什么？告诉你一点点真相。哦，不是全部的真相。那机场水都淹水啊，没有。哎，告诉外面的路在淹水，外面路有没有淹水？有啊，但是问讲机场整个淹掉了。说电梯停电，不是电梯停电了，所有大楼都没电啊。跟部长报告说电梯停电了，所以一样的道理，你们是在避重就轻了。来，我看下来给你看，我们的平均事故你的报告了哈，3.09次，全世界只有1.84次，我们是人家的1.68倍。注意，你查就有虾米在不？在，在不在？就因为两次空难的事情发生。不是，你不要把两次空难，那是一个通则总例嘛，对不对？是。我不是跟你讲个案嘛。对。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就是、所以注意用不去研究啊，所以我莫怪你研究饲鱼啊，跟研究流体力学。你都不去研究这個，你跟这样问，你讲为什么空难？你讲你唔知道？
你讲两摆用咧个案来搞糊弄，不是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形啦、啊。主委，你要去研究，你今天做了这个职位，你做这职务吼，做有得拖呢，对不？对，做有得累，做人得拖呢。是是是，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研究嘛。来，我告诉你为什么原因，我给你看，给你看比例吼，与人有关。台湾是55%，日本60%，全球是43%，看起来这个比例啊，好像看起来，台湾的与人有关不严重，对不对？不严重，如果照这样看起来是不严重，但实际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啊，我们的比例比别人高1.68倍，对不？所以你要看，与机械有关38%、21%、28%，那就看得到我们的机械是出最多问题的国家。按你简单讲啊。我们的机械保养有问题，对不对？如果照比例来看，对不对？人村的发生代志拢啥，都是环境因素，比如套风、落雨、打雷、季风发生问题的，对不对？咱也不是的，我们的环机械发生最大问题，机械发生最大问题的标志啥？这样改进的嘛，对不？对不对？局长啊，要去改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对于机务这一部分，我们这个检察员也会盯紧各航空公司做好这个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讲说吼，真严重了吼，比如像安尼讲了吼，我们机场的滑行道，对不对？冒泥浆，这会不会影响飞行安全？注意啊 ，A R B 会，等头如捣蒜。对，来，搞定啊，即马机场安怎？桃机安怎？陶机的话，它现在两条跑道就是整修完毕，它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滑行道的。滑行道就好，问你滑行道。滑行道的整建，对啊，它现在正在整建滑行道，就是有些就是就是制标啊，标本并制了，就是长远来讲。现在就是它 A 片如果吸入这些泥沙的话，我想要影响会安全很大，对不对？是的。注意啊。你知道这严重性在唔在？我知影。啊，你有甲因讲啊无？我拢有建议。有建议，拢有建议，有听到局长。啊，恁建议拢无伫听呢？哈，局长有没有在听？有，我们清楚是。我现在讲说，我们现在整个哦，飞行安全很严重。我咧讲，我讲一个例哦，你听。我只哦吼，我只二十几年，我第三届做礼物的时阵啊，我一朋友伫航空，伫个中华航空公司，伊讲因咧维修人员维修完了以后吼。剩一趟的螺丝啊，还讲要下班啊，免管你啊，怎下班？剩一趟螺丝啊，这不是笑话了，这表示我们的航空器出很多问题，都是在这里呢。你不够精心啦，精心啦，那民主的性格就是马马虎虎嘛，对不对？诸位，所以要怎样防止惠安事件发生哦？主委跟局长的责任很大了。哦，卖点红，我说啊，我们那个我们很重要，就是我那卖点红，我说吼啊，惠安会的事故会啦，不事故再来了，不事故的不来了，所以所有事情最重要就是要预防，不要让事情发生吼。好，我想啊，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滑行道啊，前台我们台湾啊，你看很多规律，到底有多少？局长，有多少？啊？基本上就是陶机，因为它使用比较久，就是有比较多的一些状况啊。其他机场其实我们都定期会做全检。好，我跟你讲，刚提到讲我们的维修或者跟人有关，这两个加起来比例非常高嘛，大家80%、70%、80%、90%啊，这两个拢跟人有关的，但是咱看到咱的人是怎么经营。局长啊，主委啊，严重不严重？我们的所有人员正式的职员就30几%，就30%，有70%都是什么叫做 A 聘雇人员，就严重啊不？你专业那种 A 聘雇人员，我不相信你的专业可以做得好。我想这个可能要跟委员说明一下，因为这个由高考那个过去的这种类科哈这一部分的比较少。没啦，你较久啊，你莫我安尼讲啦。那个像机师啊，很多那个几乎都是在业界过来的哈，那个就是好，不是经过高考。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啦？到底什么啊？现在很麻烦的就是什么？我跟你讲，那注意啊，注意，恁所有人拢是以前交通部航空跟航空有关系的人来的对不？按着邱院长兼裁判，你第一次摇头。
啊，我无时间让你讲啊咧，来，让你讲讲啥落来了哈？好，来你说。说。嗯。不是委员啦，不是委员啦，我是讲内底工作人员啦。工作人员也大概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出来的。好了，我想你爱负较大的责任，难免发生代志，变成事故会，这样就不好了，好不好？会安会不要变成事故会，好，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李坤哲委员致辞。谢谢主席，主席，请下黄主委还有林局长。请黄主委、林局长。好，主委您好，局长您好，我想要减少飞安的事故。那一般国际上是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飞安自愿报告系统，另外一个是飞安的检查员，这两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飞安自愿报告系统，台湾是从1999年开始实施，那是由飞安会来负责运作。那从2002年、2003年，其实它的相关的人数啊，自愿报告系统的件数都不足。从2001年、2002年，大概都不超过20件。那我一直在交通委员会要求飞安会提高这个自愿报告系统的自愿报告。那在2003年、2004年，虽然有提高，但是也不超过50件。那其实在一般国家来讲，飞安自愿报告的这样的一个大概都在100件左右。那我们台湾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发掘这种危害潜伏性危害飞安因素的飞安自愿报告呢？一般来讲，就是航空公司跟飞行员他们啊意愿不高，因为飞行员会认为说我提这个自愿报告会影响到他的考绩，会惹来很多的麻烦，公司啊也会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督促，那航空公司又怕影响到他们的形象，所以啊都是隐瞒，这对飞安是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飞安会对于飞安自愿报告系统的检讨是如何？请黄主委简单说明一下。以前件数不足我也了解，对吗？所以从这次开始啊，我会要求飞安会这边啊发函给各航空公司，对吗？从业人员，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化解问题。那我们经过上次20-30件的这些整理，我们都有把它归纳出来，所以给各航空公司。我认为要检讨飞安自愿报告系统的这样相关的作业，你要提高个人以及航空公司对于飞安自愿报告的这样的一个意愿，要让它提高。那也要加强我们飞安会对于飞安自愿报告的相关分析的能力，来作为维护飞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那其实自愿报告不只是飞安，像欧盟的空中交通管制局，他们甚至经由这些飞安自愿报告啊，来分析机场当中啊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热区，然后呢来提醒驾驶员或者是管制员要注意相关的地安相关的因素。这个部分啊，我们飞安会确实是要做更进一步的检讨。那在件数方面要提升，要鼓励不然我们飞安会也每年都有去参加这样一个国际的飞安自愿报告系统相关组织的会议，但是这个提升啊实在是让我们有点担忧这个部分飞安会相关的同仁啊确实要去注意，尤其是新中哈王新中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一个民航局的飞安检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尤其是飞安检查，我想是两个部分。那我们的飞航的一个塔台的管制员跟飞安检查员，这都是我们民航局重要的一个督促的业务。那我们的塔台管制员我现在请教一下林局长，是我们现在全国的塔台
是不是有11个？请简单说明一个，说明一下。我们的塔台就是来讲，就是我想整个航管来讲，我们分成这个区管嘛，哈，区管就是我们分成北部跟南部两个嘛。然后当然就是另外就是那个进场管制台 也放在北管跟南管，包括台北松山、高雄马公，是的，大概有11个管制台。民航这个塔台啦，11个塔台啦。是。那11个塔台，我们相关的这些管制员大概人数总共有多少？我们整个来讲有300多位管制员，我们有300多位塔台的管制员，所有 total 就是包括区管包括进场管制。那真正的塔台管制员是不是只有70个？大概70多位呢。那70多位，因为我们这个塔台管制员非常重要，人员也不足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看我们的塔台管制员松山机场的有时候还要去支援马祖的北干南干，那高雄的有时候要去支援相关的金门或者是马公机场。那这个交通委员会在上次也支持我们这个塔台管制员人数的一个提升，那现在人数还是不足了，尤其是未来桃园机场第三跑道如果完工之后，相关的塔台管制员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这个人力不足啊，是个严重问题，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哦。我看他们每个塔台管制员的工作时间啊，每个月大概要工作206个小时，那跟一般人他上班时间大概是162小时啊，这个比起来非常的差距非常大，而且你也知道塔台管制员是非常专注、压力非常大、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工作，然后塔台管制员人数又不足，这个局长你简单说明一下，我想要赶快补充人力啊。刚才委员、交通委员会都会支持、啊。对，刚才委员说的是正确的，所以去年我们也跟行政院，增加36位管制人员哈、哦，就是分两批，现在第一批20几位现在正在受训中。第二批的话就是等这个受训完会紧接着进来。对，这在去年交通委员会都非常的支持，是因为这个塔台管制员人数不足，工作时间过长，是这么高压的工作，这么专业的工作，这个要特别注意。是，另外就是我们的飞安的检查员，是飞安的检查员是站在第一线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是的，当然它也包含四航的检查员、航务的检查员、客舱的检查员。危险物品的检查员，那相关于四航的检查员，他是要有啊飞机维修的资格；航务的检查员，他是要有驾驶员的相关的资格。那航务跟四航的检查员，他们大概是每个月都要检查一次，是不是？请简单说明一下。是的，我们整个现在来讲，航务检查员有27位，这个四航检查员有30位，一共现在是57位哈，当然现在去年在大院的支持之下也增加了一些员额了。目前我们也在，这是我们一再的提醒民航局，我们也支持，不管是塔台的管制员或者是飞安的检查员，人数不足啊，是一个很大的隐忧。而且局长你也非常清楚，这六年来啊，我们飞机的国内航空的这些啊飞机的航机数，它是快速的成长。成长了47%，本来是175架，现在已经成长到257架，成长了47%。六年来，航班的数量从36万呢、啊，成长到48万架次，是旅运的人次从4100万人次啊，成长到5800万人次。不管是航班或者是旅运人次，成长都超过三成啊。飞机数增加。增加47%，航班次跟旅运人次都增加了快三成以上，增加三成以上，但是我们的飞安检查人员人力没有增加呢。这个请林局长是有非常谢谢大院的支持啊。后来院里面也增加了员额，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已经招聘了两次，但是招进来的人数还是非常有限哈。那后续我们还是会再积极努力，能够积极来招聘这个航务跟机务的这个检查员，能够增加人手。这个人手非常重要。是的，刚才
我们也提到有关于非安检察员啊相关约聘的人数比例过高。那你也知道，非安检察是一个高度复杂跟非常专业的一项工作，这样一个专业的训练也需要时间的养成。那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人力的培养啊跟人数的增加都非常重要，这个局长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航机增加，航班增加，旅运人次的增加，增加非常快速，但是非安的检察员却没有增加，这个啊都是会造成啊非安的一个重大危害的因素啊。这个黄诸位，虽然你是练水利跟海洋工程，我也尊重你的学术地位，但非安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不只是事故的调查而已，它对于事故之后相关事件的分析追踪，减少相关的这一些啊非安的事故，它责任是非常重大。我们希望啊非安会要站在第一线，民航局啊更要站在第一线来保障非常安全啊。如果发生非安事故，责任是跑不了的。啊，我在这边提醒林志敏林局长，你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很专业的人才，但是我们不希望非安事故再次的发生，危害国内外旅客的安全，再次的严正的提醒你。我们接着请陈欧珀委员。谢谢主席，请邀请黄主委。请黄主委。啊，主委哈，非安会是属于行政院啊中央的三级单位。啊，每个委员任期三年，当然还可以再延任嘛哈。那这个是属于独立的单位，所以呢，委员呢是无几职，只有出席会。那主委有特资会嘛哈，可以协助处理相关的事项。特资会现在多少钱？没有特资会。有啊，怎么没有？哦，特别会一万特别会一万块而已，是吧？对对对，一万多块。那真的太少了哈。那个去年12月29号了，是前行政院院长毛治国院长呢，知道你的专长在水利，在海岸的工程领域呢，所以特别请主委来为国家社会奉献哈，来出任这个重要的职务。那有人打趣了哈。这个有人大概就是这个人了，认识哈，啊，他说你了，啊，段宜康说你找一个水利工程专家当主委，是准备等飞机掉到海里，可以派上用场吗？啊，你就是笑得这么灿烂，啊，你回答说，水利海洋相关工程的设计与设备需要考虑流体力学。问题与空中飞行器相较，恐有过之而无不及。飞行与水利之间，并非完全无关，两者均涉及流体力学。这个是主委讲的吗？对，主委啊，是。水利专业呢，跟航空的一个空气动力呢，这个是相差108000里啊。最重要是飞行的。观念呢是落差很大，所以你讲这个话哦，是让人家笑掉，笑到大牙的，人家大牙都全部笑光了，这个属于世界级的笑话呢。你还大言不惭讲这个话，诸位，你这个位置大起大落，你知不知道？什么大起的吗？你做得好的话，可以去当华航总经理。我不当，我不当，我不当。你做不好就是跟神奇两个月就下台了，可是你现在已经做了半年了，我不晓得你要做多久了，但是我今天要很严肃的跟你检讨几个问题。我也讲过，但是你今天第一次来备选，我再讲一遍。这个非安会的主委啊，他其实他应该具备有三个条件，这讲得多好，这是去年8月19号非安会主委交接典礼上面，监交人许进义，我们的政务委员
他提到会安会主委需这个职务需要具备第一个专业的知识能力，第二个国际观，第三个超人的立场。第一个，你的专业的领导能力，尤其是专业这两个字，我存疑。第二个，国际观我不晓得。第三个，超然立场，我也存疑，因为你领导是一个会安会的整个团队。诸位，你的前任主委是谁，你知道吗？张友恒。啊？张友恒？不对啊，那个是代理的刘佩刘。你的代刘佩林是代理，前任代理之前是沈奇啊。沈奇，对。沈奇做两个月啊。对。沈奇之前是谁？张友恒吧。张永恒嘛，在之前是谁？吴敬雄嘛。吴敬雄是学机械的，张永恒是学交通管理的，沈奇是属于航务的，刘佩林呢是属于土木机械的，你是属于这个水利的。水利呢，大概我的认知啊，我读工学院的了，是属于土木工程的下肢啊。这个是沈奇的。这个是谁啊？刘佩林。刘佩林嘛，对不对？嗯。是副主委嘛，对不 对？现在呢，人在哪里？现在已经辞掉了。为什么辞掉？他有跟我报告说他应该辞掉。啊，没有讲理由啊。有，他是个人的事情，因为个人的因素是涉及到他的监督的对象是他先生。我这里要公开肯定，我要公开肯定这个人，刘佩林。副主委，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在那边咨询，他的夫婿现任陶机的董事长，夫妻同属航空界的重要要职，那这个会让人家觉得说裁员兼裁判，球员兼裁判的一个顾虑。诸位，这个表给你看一看，这个表你看过没有？有看过吗？看过，我讲过哈。我再讲一遍，哦，航空界人事大班风，换来换去都是自己人。哎，这个叫官官相护了，所以会人谋不张了。这个叫利益共生啦，水乳共融啊。惠安会在这里，惠安会转任航空业者张友恒，惠安会，然后呢？航空业者华航呢转任会安会有没有？现在在你里面有一个，我有一个委员杨定辉，他是什么样？他是总技师，他是华航的副总，航务的副总，所以他可以转任到我们会安会。好，那我再请教你，陶机的董事，陶机公司跟华航有没有转来转去？现任的陶机董事长。现在已经下来了。林良鹏之前当陶机总经理，调到华航当总经理，华航总经理干一干，然后又回来陶机当董事长。然后这里来，民航局跟陶机公司有什么关系？好多民航局退休的官员呢、啊，跑到陶机继续工作了，领高薪了、啊。好，民航局跟会安会有没有？之前的沈奇就是民航局局长，卸任跑去会安会当主委。现任的民航局局长在这里，林志明，之前也担任过我们会安会的委员。主委啊，你领导的会安会怎么会公平公正呢？会有超然立场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是从专业出身，所以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所以你不懂嘛，你没办法领导了。你们无法领导了，我跟你讲了。好，会安会他依法独立行使独权，就是要确保他的公正超然立场。你的委员的专业性跟立场的超然性，你自己回去检讨一下。好，我再跟你提醒，你们会安会有两组对不对？四组。有四组吗？有没有一个叫会安组？组长是谁？任组长，任敬仪嘛，组长对不对？对。我蛮怀疑的啦，哈，他的专长背景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他本身是
华信航空公司空姐出身哈。那不然养成背景我不晓得了哈，你不用解释了，我是提醒而已。如果你真的不适任的话，我就给你轰下来了哈。我想要讲的是说，你领导的这个会员会是关系的台湾多少人？每年呢，我们到台湾国际旅客就1000万人次，台湾呢每年有大概30000万这个人次的在我们在这个，还有其他国内的还没算呢。好，我们来看看你今天的报告，我看了我就很担心了。有关我国飞安现况呢，在第4页跟第5页，你举这两个图来讲，跟国人讲说啊，就我们这个涡轮喷射定力机的平均全毁事故率哦逐渐下降。啊，这两个图有来说明我们现在飞安渐渐好起来了。那个主委是，目前飞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是我个人的看法了，是管理跟人员的心态。管理跟人员心态，这是驾驶员的心态，一定要教育，人员的教育非常重要。那反映出来是哪方面的飞安出比较大的问题？我们这里有个资深调查官。我们目前你所调查的案子很多嘛？啊，到底是哪些比较问题？鲍委员，我们近3年来发生2件重大事故。那我知道。经过我们调查，主要都是在人员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上面的跟训练。这个你报告有出来哈，我再提醒了哈，主委跟调查官哈。目前我们飞安最大的问题啊，就出在我们空勤的直升机。超高的事故率，多高？调查官知不知道？空勤的公务的直升机有多高？你不晓得吗？这个我们有一个统计，我可以把数据提供给委员。我现在有个事故，应该印象很深刻啊。有一次阿扁在去看那个嘉义这个阿里山的这个火车事故的时候，结果呢，阿扁去巡视。这些空勤啊直升机呢，就在总统的面前呢，自己栽下去。原来呢，受伤的民众呢，反而造成栽下去又死亡。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了。还有我们的民航机的问题，像台东飞兰屿的这些小飞机，这个很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刚刚郑宝清委员提到，气候因素影响，这个都是严重的危害。我们这两次啊，复兴航空这个空难呢，它的机型发动的同尾是用 turbo 的一种机型啊，所以我觉得啦哈，今天要跟你讲这些问题啊，你不要认为拿这两张图来糊弄大家说啊，改善得很好啊，台湾的飞安问题是很严重啊，比全世界平均值还大了1.68倍啊，所以你们说台湾的飞安问题用这两个图来糊弄大家哈，我不能接受。再过来，我要跟你检讨哈。有些新的事物你要去了解哈。新型飞行记录器不断推陈出新呢，飞安会的解读跟分析能力应该加强了。这方面如果不加强的话，要给他笑掉大牙了。我们现在已经飞安会已经法制化了哦。你们现在是正式的一个机关哦。所以我的这个，如果你们老是沉迷于自己，然后呢人事这样乱搞，没有人会相信你们这个飞安会可以监督好我们台湾的飞行安全的。再过来哈，我也想说跟你提醒，这些新式的飞行记录器呢，应该呢，增加预算来建置，该增加的部分呢，我们来增加，然后呢，那我们的那个飞安会的座舱语音的记录器，就是所谓的 CVR 跟飞行资料记录器 FDR 的解读的能量呢，这个要提高。
啊，提高到所以世界的水准。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呢，让我们惠安会能够来加强哦，国内航空器啊跟公务航空器的惠安记录的解读率的，解读率的哈。那全面发挥我们惠安会应有的功能。我希望主委哈，那个人事方面检讨一下了，不要再避免那种状况了。我不希望说你卸任以后再跑去花航当总经理，啊，好不好？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主委嘛，何必去当人家门神？到现在还不辞职，到现在还坐在那个位置。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主席啊，各位委员啊，有请主委。请主委。哎，主委好。请教主委，你在当这个主委之前呢，是在哪里服务？是成大校长。啊，成大校长。对。然后之前都是在学术界。对的，都是。啊。你觉得当时会请你去当这个主委，应该有他的任务吧？是院长跟副院长有跟我讲说，惠安会最近发生了两个重大的案件，都还没有结案，一定要有人出面。哦，所以他认为我在学术界是比较公正，敢做事情，所以就劝我一定要接。但我有一个条件，说我不能当专任。他说这个主委的职务是兼任的，所以不会影响到你的其他工作，所以最后我就答应了。所以是兼任的。兼任。那你而且是赔钱的兼任。你现在在那边，你有用专任还是用兼任的心态？来这个管理这个，我们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当然是以专业的委员会来管理整个委员会，因为这个是委员制的，七个委员都是有各个领域的专业。对，所以当时啊，这个你被质疑的时候，或者是刚才被质疑的时候，你要很勇敢的说出来。之所以你会。会找你去啊，虽然你是水利的，啊，不是航空这方面的，啊，就像如同刚才我们陈委员所讲的，那个利益共生啊，所谓的民航级的，然后华航的，啊，或者是其他的，航空界的，这边转来转去，啊，那相关的这个这么重要的。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的人员的禁用，这个整个管理，因为做所长了就是管理嘛，对，你不可能自己开飞机嘛，对不对？哦，你不可能自己去调查，对不对？那个很多很多有专业嘛，那怎么样把这个专业各个领域的专业，你作为一个成大的校长，过去教授。可能你欠缺的是怎么样去大刀阔斧的，还是你无法，还是很难啊？因为毕竟有时候人员编制，你总共人员编制多少？大概目前是29位。对，29个也很难去调动了。已经当主管了，你要把它调成到也没地方调了啊，所以就有它的困难，有它的困难。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已经几个月了？几个月了？快六个月了啊！快六个月，快六个月。你觉得以像这样的组织啊，以现在的人员的配置，我所谓的人员的配置，包括现在这些在你们这个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里面相关的，无论是主管，或是他的过去的背景，
或者他的所学，有没有一个觉得说确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让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我自己感觉目前的飞安会的专任的人员是蛮称职的，很称职。对，就是工作速度很快，只要通报马上处理，而且整个检讨报告都要向委员会一次一次的呈现，所以我个人认为专业方面是没有问题。这个主委防范重，哈，防范是最重要了。是是，如果我们从复兴航空从松山机场摘下去那个事件来看，那个事前的督导管理是有问题的嘛？是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啊，哦，好恐怖啊！为什么呢？我是最勇敢、最敢坐飞机的，我是非常相信这个驾驶，不管天候如何，不管大飞机、小飞机，只要飞机敢飞，就是这个驾驶敢飞，我就敢坐，不管天候如何，我是这样的。但是自从看到那个复兴航空的发生这样的事件，后来你们才去重新要去考，要他们重新重那个叫什么重考吗？还是叫什么模拟那个用词怎么？那是民航局的业务。对啊，民航局更好，那是还有民航局也来，好。这个部分呢，怎么两个机关哈，来共同的去，因为你不能说完全是他的了，你要把相关的飞安，啊，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里面所看到的，你们要把这样的资讯给这个民航局嘛，对不对？民航局才可以，结果。啊，你们叫什么？再考试一次，结果很多人不及格嘛，对不对？就是笔试跟数科在做试质性的这个考核。对啊，多少人不及格？没有通过。有十位，对。对啊，你看看。十位，对这个应变这一部分有所不足，那个就是要。我一天到晚就坐这个飞机啊，到花莲就只有复兴航空啊。我到台东还有丽龙可以坐，还有华信可以坐。到花莲就只有复兴航空啊，我一天到晚坐，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要请主委你来找你来，你不是航空界的，也不是民航局的出身的，就是这个用意啊，你要拿出你的那个，也许很难调，我知道很难调整，我是老公务员了，啊，你这样子要是几个人你要去调，但是你刚才说，啊。都他们非常称职，我不认为不是啊。如果都很称职的话，哦，很多你跟民航局的一个协调，哦，跟这个相关的这些航空公司，哦，的一个怎么样让他们的让我们的飞航能够更完备啊。这个请教一下那个机长，民航局啊，我们林机长，飞机。什么时候要起飞是谁决定的？一个，譬如说丽龙航空在台东，什么时候要起飞是谁决定？要获得航管的许可。是驾驶要？对，他要报告，然后要获得航管的许可之后。对，航管可以随时许可吗？要。他要不要看时刻表？没有，他要看所有的状况。我来说我的了，我从来没有对外先说过哈。我上一届当立委的时候，我从台东，我先买了，先画了位，因为我很早，我先去画了位，然后我去跑一个行程，然后我再回来，我是在那个时间之内就回来，我眼睁睁的他把我拦在这个，不让我去搭飞机，时间还没有到啊。他提早，因为飞机提早到，他就提早要飞走了。他们不相信哦，他说你太慢了。后来飞机飞了，我时间多得很，
因为下一班 要等好几个小时。我就说那我们就去看这个那个记录器，那叫什么记录器啊？对，啊，所有的那个录影的哈，录影的，我从什么时候到进这个航空站啊，台东航空站都有记录啊，都有照相嘛，啊，然后都有时间呢，都有。然后他什么时候开始要起飞？不是，就说开始管制就不能。后来他们是错误的，台东航空站是错的。他跟我致歉，因为提早，他说飞机提早到，他就提早飞了。这是荒唐。那时候还没有关门，还没有关哦，飞机的门还没有关哦。我跟那个，我不知道名称，那个名称的，好像小姐在那边。我跟她讲说，我说时间还没到啊。她说没办法，已经那个了，已经关了。我说舱门还没关啊。这样，那我们常常延误的时候，延误好几个小时都有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就是管理。这个小小的管理，那还是不想飞就飞，民航局毫无那个，哦，这个都是管理了，从小看大，哦，好不好？我第一次讲啊，这个已经好几年的事情了。大家都觉得好笑，但是这其实是很严肃。这如果发生在国际航班的话，也会变成国际新闻哈。幸好是国内。好，谢谢主席。主席，我们可以请民航局林局长，谢谢。请林局长。刘文好。局长好哈，局长，我们在上礼拜本席有提议，就是说针对离岛啊，比如说兰屿哈，还有离岛航线啊，应该有给特别是兰屿了，因为他坐船要非常久的时间，而且船班非常少哈。那绿岛当然船班也很比较多一点，不过有这样的需求哈。不过但是从迫切度来讲，兰屿一直希望在航空公司能够保留一部分的机票是哦，给他们当地需要哈，急迫需要，比如说公务上的或者是生病上的需求的，啊，这件事情你们处理的怎么样啊？现在我想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哈，我想基本上那个兰屿航班每个 flight 啊，每个班次都会有保留两个位置给三个啦，三个位置给兰屿乡公所那边在。不过常常在取消了，我再讲几个数字哈，几个日期你们去处理一下，6月14号到17号。写一下，旁边那个同仁写一下，6月14号到17号，6月21号到24号，6月27号到30号，哦，14、17这已经过了了哈，这三个时段，公务票都取消了啦，公务票都取消了啊，他的原因，他的理由是说，因为这个三个时段的时间在进行军方在进行演习，是，不过演习的时段当然没有飞啊，那个取消当然。你不用取消，因为就没有飞嘛。但问题是，他下午或早上有飞的班次不应该被取消，被取消啊。他是连在飞其他没有被取消的班次都取消那公务票了啦。好，那我在局长，你们要来协调航空公司啊，因为他保留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常常会取消这些公务的保留票了，因为对他们来讲。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损失啊，因为这个票其实都是客满的嘛，一般才19个人而已啊，又不是190个，那一19个，那几乎是天天客满的嘛，特别是在这种旺季的时候，好不好？局长，那个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跟我答复这件事情？好，我们会尽快跟委员说。不要尽快，21号到24号是马上到了呢。对对对，今天是17号了。还有3天时间，明天啊，明天下午以前，好吧，明天下班以前给我就回复，可以吧？哈，明天下午5点半以前，哈，好，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现在飞台东的离岛航线就是
德安的，他们是用多尼尔在飞嘛，多尼尔228啊，对。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可能在维修的关系，所以绿岛现在只有一天只有单趟两个班次啦，早上飞一班，然后下午再飞一班，下午4点多再飞一班，所以来回只有4班在绿岛。是哦，绿岛啊，那蓝屿是多，蓝屿是多多了多一点，那应该单趟是5班次的样子哈。啊，本席有建议，就是说你们在至少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在夏天嘛，在这夏天天气还有游客又多，你们有没有办法？如果说德安或者其他航空公司可以来分摊一些这些那么大的需求，有没有办法？ 我想这个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哈。现在飞这个蓝屿绿岛，目前在国内就是只有德安有这种飞机可以再飞了，就是多尼尔228。当然这个时间刚好这个德安航空要换装嘛，就是他要换新的这个 Dash 6400的飞机要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就是吃紧一点了，人力各方面，一部分人他要送到这个加拿大这边来新的飞机的一个训练，包括模拟机的训练，那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当然德安这个228的飞机现在就是两架在 Plus 一架嘛，在从事飞航，所以要因应这个尖峰的需求，事实上要加班是会比较吃紧。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尤其绿岛这一部分呢，就是不足的部分呢，可能就是要船班来协助来运送。那国内没有其他有没有办法短？就是说在旺季的时候，你可以协调其他航空公司可以来分摊这些流量。因为这个机型的关系，就是这种飞机才可以飞航这个，其他的机型是没办法落这个蓝屿跟绿岛。本席再请教一下哈，这个德安他现在是用多尼尔在飞，228在飞哈。那到底他们的侧风的标准是每，哦，这应该是每小时，每小时29英里还是15英里啊？这个海里，那个是海里的，对海里就卖了，对。对，到底是29还是15 ？OK， 朱总，你来说。来，你没关系，你来懂这业务的来说明一下好了。报告委员。他的手册，他制造商的手册是29吧？对，制造商的手册。但是他的好朋友把他，但我们是一切都是以安全为最主要考虑了哈，最首要的考虑哦。那到底现在是用29海里在做一个规范，还是？降到15海里来做规范。对，飞机的，就是如果你飞行员训练的非常优秀，可以最高按照飞机规范可以飞到29海里的侧风。那是就是刚才有讲，因为德安现在正在转换机型，所以很多飞行员要去国外做另外 Dash 6训练。那他为了就是跟那个复兴事件一样，民航局这边也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对于起降的标准自己要在更严格的安全力度出来。所以复兴就把它降到15海里，德安降到15海里，对，德安降到15海里，15海里大概相当于几级风？就是15级，4级吧？啊，对，4级风嘛。是。哦，那你说现在是因为在训练的关系，那以后训练完之后会不会往上调一点？他转换完就用哦，他用新的多尼尔就全部都换吗？是的，四架嘛，就是会引进四架新的、這個。那 Dash 的呢？它的安全系数是到那个就是照那个 Dash 6那个它的标准来飞航啊。我想飞航都是第一个就是飞航安全要确保是没有这个一定首要啦，这个就其他都不用讲，安全是第一的啦。对哦，那就是因为有民众反映说，他现在因为这个规范本来是29，然后降到15之后，哦，当然如果这是有这样的安全的考虑，这是必要的。而且跟委员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多尼尔228飞机就是比较老旧一点了，我想从飞安各方面的整体考量的话，做这个考量是比较 OK 的。本席完全赞成了哈，因为本席在上个礼拜哈，上上礼拜也才刚去。又去绿岛，去蓝屿一趟啦，啊，前些时候又到绿岛一趟，就是说，这个飞机真的是比较老旧了，所以坐起来，哦，这个心理上还是会有点压力，那非常老旧，哦，那我们根据我们的期程，你什么时候会，德安什么时候可以全部都换成 Dash 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飞机？
最后第四架的话，就是今年的11月，好像11号要到，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做 VTC 嘛，就是型别认证，大概在这个月底，应该第一架就可以注册成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航空器。那以后全部台东飞蓝屿绿岛是全部都改成 Dash 吗？不是，就是这个 Dash 6新的400型的。未来都是引进四架，那多年有两两班就淘汰了，就十一月的时候就完全淘汰了。是的，就全部都台东新的蓝屿绿岛就全部都换新 的，要到十一月就对了。陆陆续续了，陆陆续续。前面的话，在暑假的时候，应该 Dash 6就可以训练飞航，然后开始会试营运了嘛。好，那本席再请教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台东的丰年机场，现在除了一般民航机的起降之外，现在还有一间另外在飞行的训练学校，安检训练学校哈，在训练飞行。是他们整个他们一天哈，但平均他一天起降的次数是非常多，非常多哈，非常多。好，那你们在一般民众在反映，就是说，因为他们起飞的频率坦白是非常高，在训练的时数非常高，那对周边的环境，特别是在噪音的部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哦，在这部分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是跟业者能够来？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个数据给我看，给他们一天起降的次数好不好？还在飞行的，他们飞行的，因为他们那小飞机啊，可能不会飞太远嘛，他们飞空域大概飞到他们空域的范围，在花东的空域，顶多就是飞到花莲这样训练飞行，也会飞到绿岛周边那个空域去训练。所以整个来讲，其实我们对我们航管的这个人力的负荷是增加蛮多的，但是因为配合他整个一个航空人员的训练的需要，我们也给予最大的协助了。基本上来讲。一个月就是2000多架的一个训练，有没有要尽量不能够影响我们正常这个民航有在这个载客需求的起降有没有？你时间上有没有去规范啊？当然有，比如说起降的时间的规范，因为他们在空中如果在飞行盘旋，如果正遇到我们民航机要起降的时候，还会受影响。基本上就是民航机的起降是最优先的，因为那个它飞航也是要航管来做控管了、啊。你提供一个相关的数字给我们做参考，好不好？ Okay,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刘兆豪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叶怡晶委员。我要请这个黄主委，好，请主委林局长，还有行政院人事的廖娟慧秘书。哎，请廖秘书。廖秘书，我希望你就我今天的执行回去行政院的时候可以详细呈报一下，因为这跟人事有关哈。我们因为政党轮替的关系呢，我们组织法里有行政院有意思要重新的审慎的来检讨，所以呢我才需要这个请你把委员会的意见转达给行政院。好，主委，你是1月5号上任的，对不对？今年去年十二月。哦，去年好，去年十二月没关系。那你来了以后，从今年开始，你开了几次会啊？每个月都最少开一次会。每个月开一次，因为我们飞安是一个3级独立机关，有一个主任委员哈啊，有5到7个委员，通通都是兼任。这个。来了，是一个独立的3级机关，没有执行长，也没有主秘啊。那其实呢，真正常驻跟实际专业的人员叫做飞安调查官，好，比如说我们的王新忠调查官已经担任很久了。但是就算这样的资深的飞安调查官呢，也是聘任人员。这个哈，对一个机关来讲，实在是很奇怪，我们有一点阿 Q 不想面对，所以叫做飞安调查委员会，
早上有委员讲说，这个叫做事故会，就是有事故的时候，大家就想到你们，然后拼命的要求你们这样那样怎样。好，那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飞行安全呢，不是事故发生以后的检讨，不是重点呐，重点在前面呐，对不对？好，可是我们这个委员会的重点是在后面哦，是在飞安事故的调查。当然飞安事故的调查来做检讨，以防范下一次不要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是很重要啦。哈，不过我们看来呢，我们也没有学到什么教训，所以预防我认为还是远比事后的检讨来的重要。所以呢，其实飞安委员会真的只有事后的调查吗？我们来看哦，这个飞安委员会里面的组织里面有写得很清楚哦，国内案外飞安事故的调查，哈，还有飞安组织的与国际国内飞安组织的协调联系，比如说我们有说啊，机场雷达断电，那真的是啊，紧张，三条线，我看不止三条线，脸都绿了哈。好，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事故趋势分析，这是我刚刚讲的事故趋势分析，飞安改善哦，来看这里比较快了哈。事故分析、飞安改善建议、执行追踪、调查工作的研究发展及重大影响飞安事件之专案研究，好好这个好，或者是啊法令的拟定。修正废止等等的哈，比如啊，技术能量的建立、飞行记录器的解读及航机性能的分析，这些呢，其实在预防的部分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哎。可是我觉得我们飞安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大家所能想象的跟要求你们的，跟真的看你们在做了，好像都只有事后的事故再来。那这个呢，这一点呢，其实我不以为然哈。我们要飞安委员会要有一点政策上的决定事项在内，比如说这些能量的建立、哈专案的研究等等的。所以呢，我认为这样一个组织目前哈是有问题的。它有政策上的决定事项在内，但是甚至还有不是只有。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如果委员会的这些，无论是资深的、专职的这些，说专职还是聘任人员，这些飞安调查官专业的调查官、工程师，他也要负责事务性的，他也要负责这些啊。那可是呢，他是聘任的人员而已，哈，那。要他们来负责这些政策性的，又说他是聘任的人员，那又对外又不用负责，这是不对的。对外是你来负责，那更奇怪了。我们主委，我刚刚听你讲说你是被拜托来的，你强调嘛，对不对？你被拜托来的，被拜托来听起来很勉强了。好，真的是很勉强了。我相信，因为这个。没薪水啦，对不对？但是有责任，还要来这里被骂。对不起，我刚刚去洗手间哈，但是我看你的脸色，我就知道你大概被骂得很惨哈。那心里面当然不舒服。哇，没领薪水，我来这给你糟蹋。你在笑哈，你一定是这样想的。那这样不对哈，或者是骂你两句，我就不干了，辞职了哈。我们副主委不干了，哈哈，他辞职了。那这样，这个飞安委员会怎么会好呢？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行政院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不是一个月只有负责开一次会议，那你说很重要？你开什么会议？我们外面没有人知道你们在开什么会议啊！就算知道，也许你开的会议拿来我们都看不懂。这个飞安调查官在这里，可能这个因为这是要很专业的哈，来负，但是呢？这样子呢，来立法院要负责政策、负责预算，那预算很少了哈，还要甚至最重要的是要负政治责任。
今天早上骂你的委员呢，是对你的政治责任是不是负得起有意见哈？这一点我认为在交通委员会是不必要的，我们这里是要讲求专业的哈。不过呢，我还是在这里再一次的跟各位来拜托了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平常你没有感觉到它重要的一个单位。但是不能因为平常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制度赶快建立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说什么螺丝松了，螺丝掉满地，但是我们又没有真正的拿出一套制度出来。我愿意支持你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实际的例子，叫做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局在组织法里面呢，变成没人爱。没有人要他哈，但是为什么？他跟你不一样哦，他不是像你来，你不高兴我，反正我没薪水我就走人。他是怎样？他是有功无相，怕跑爱赔。雨量，老天爷的雨量真的能够测到多准？地震、真的可以多准或者怎样？但是呢，骂绝对有他的份，所有有关气候的骂都有他的份。那这个时候。所以呢，没有人要当，没有人爱他，没有人要他，后来呢，甚至大家都想抓他去骂，没有人要他，没有人要给钱，可是呢，出事大家要骂他，所以呢，环保也觉得说，哦，气候跟环保有关，也要拉他去骂，大家都要拉他去骂，消防防灾内政部也要拉他去骂，要不要把他推到内政部，把他推到环保部，给钱大家都不要。但是要找他来负责来骂，大家都要。中央气象局是这样，但是我要求跟鼓励你们是，不要因为这样就妄自菲薄。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可以。中央气象局后来找我商量，我让他，因为他是小媳妇，他如果换到一个新环境，一做新妇啊，还可回头做起啦。他在交通委员会也是新妇啊。但是他已经做很久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妇啊的各种特性了，或者他的好处坏处我们也都知道了。他留在这里当新妇啊，远比他到其他地方重新再开始做人的新妇啊要好得多。一样，我用这样来告诉你，我希望，所以他留下来了，他很高兴他留下来了，我们也都了解他，我们慢慢把他升级，看他能不能新妇啊变这小媳妇变成大媳妇一样。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合作，在这一次正因为政党轮替，我们想要重新来严谨的慎重的思考组织再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包括在座的各位，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非安委员会的定位跟功能。我认为目前这样的三级独立机关是不够，而且是有一点荒谬的，有一点真的是事故会。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能够有更积极的做法。所以是不是请各位费点心，因为这个比较专业，我也没办法很具体，像气象局我也没办法很具体的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我们一起来努力看看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叶怡晶委员。我们接着请郑云鹏委员。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先请黄主委？请黄主委。主委好，辛苦了哦。你好，难得见到您。那刚才我有在办公室听我们前几位委员的质询哦。那陈欧博委员特别有提到您水利的专长。那我特别再查了一下那个主委您的学经历哦。那我因为我是土木系毕业的，所以我特别帮陈欧博委员的用意再说明一下哦。陈欧博委员刚才有一句话说，水利是土木的下肢啦，他的下肢应该是讲的是专业啦，比土木我们这种更专业哦。因为土木系里面所学的分支很多，那有结构，有水利，然后还有很多应用，算基础科学。水利对我来说算是最难念的。
唯一被当的一颗跟水利也有关系啊，所以很钦佩主委您的学问，所以这边特别跟主委表示敬意。哦，那其实水利应该是土木的主流之一了，倒不是下肢了哦，这跟主委报告一下。哎，那主委您可以请休息，那是不是可以请王新忠调查官？请王调查官。好，哎，调查官你好，以前都是只在电视上看到您，那许多事故的报告应该都是您负责做记者会简报的，是没有错，对您印象深刻。那最近哦，就是大家都会关心马总统的安全，那马总统胆子比较大，所以他觉得哎，到哪里好像都很安全。那对民进党来说，马英九总统是卸任元首，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关切，而且非常关心他的安全是否有得到适当的保护哦。我们认为说马总统政治可以走在悬崖边啊，那安全不能走在悬崖边啊。你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了解。三月我讲到悬崖边的意思是今年三月中的时候，那网络上有一则影片，就是说马总统在卸任前，那前往瓜地马拉，那在降落的时候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在这个事件上面，那个调查官您有讲了有一些看法，那我不晓得这个案子您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飞安会这边有没有启动专案调查，那也请您帮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是，跟委员报告，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是有接到讯息，对，那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通报，因为我们依照调查法的话，有些事故某一个阶层的事故会报到飞安会，嗯，但我们通报讯息之后，我们有跟华航还有跟民航局这边都有做了解，是，那这个事故我们后来定义，我们说并不落于飞航事故调查法定义，说这是飞安会要介入调查，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造成事故，嗯，所以那个事故我们就后来飞安会没有再深入去调查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所以并没有启动专案调查，对，并没有启案。那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因为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实际启动调查，我们也不没有办法了解事实真正发生经过，因为有的人说他很接近，有的人说事实上只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嗯，所以因为没有实际介入调查，所以我们并不了解实际状况，所以我们不。也不方便说我们评论说那网络上流传那个影片是确实是总统那一架专机的降落吗？这个我们因为还是跟委员报，因为我们没有介入调查，所以我们并不了解，所以你也不知道那影片是不是，是我们并没有做求证。因为就新闻看起来，就是那个影片对于国外机师来说，对于这个拉奥罗拉国际机场好像再过100公尺就是悬崖，所以他们也很担心说这样的降落会有可能造成说飞机在如果它的刹车没有办法及时停止的话，会有可能掉到悬崖的危险，是不是这样？就是事实上新闻上看的，对，有新闻上，那这些事实上都是可以从我们讲的这个 FOCA 就是航空公司本身飞机它有记录，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资料里面来还原求证出它是不是当时落地状况。对，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介入调查，华航也没有要求，民航局也没有要求，这样都没有，局里也没有，我们都没有机会，所以是仅停留在新闻事件，大家讲讲，然后那个 call in 评论一下，这样子就结束了。因为这是总统专机，他当时还是现任元首，那现在当然是卸任元首，是，所以每个环节对于马总统的安全，我们都要注意到了。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那看起来好像就不了了之了，是这样吗？这是总统的包机嘛？是，对，不是空军一号。所以应该华航要特别注意我们国家的领导者，哦，然后的安全，这个没有错。所以我们也没有针对这个事情以后再去做任何的政策指示或督导，没有。就以飞安会这边来讲，因为就是刚因为事故调查法并没有授予我们调查这一个范围的意外事件，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后续调查。那所以这个事情听起来是这样，它的跑道全长9800尺应该是够。是在这个747的飞机应该是够，只是它降落的那个距离太远，要看它降落的，它超您的降落点，您在新闻上说法是它应该在三分之一前就降落，啊，有足够的滑行跟刹车的距离，但它在5000公尺左右才降落落地，然后那个距离有可能不够，如果飞机太重，它可能就刹不住，是这样。我跟媒体的报告是。依照航空公司每一家航空公司有它不同的政策，或每一个机型有不同的政策。通常来讲，都是
跑道的前三分之一必须要落地，或者是3000尺，不然就要重飞嘛。应该要不然就要重飞，那这是航空公司的政策。那至于说这架飞机实际它落地点，这是每一个航空公司他自己会定的自己公司政策，不照着标准程序，不，这就是他们的 SOP。所以说航飞行员必须要按照这个来执行。好了，我们是不希望说，不管是不是台湾的政要了，反正台湾国人跟国际航班都应该要注重安全，是最重要。那蔡总统在6月底也要出访，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上，这次的专机是哪一家航空公司你知道吗？蔡总统，这个是不是也是华航？也是华航，是不 是？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林局长？那也麻烦您提醒一下华航，这种事情要注意啦。我想就民航局主管的立场，我们会提醒华航必须要注意，能够照 SOP 来 run。因为华航现在，所以它相关的规定，包括是前舱组员、后舱组员，都是应该照民航法相关规定。好，是。所以这因为飞航那个飞安会没有启动调查，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刚才委员所提的，我们有跟华航了解了，就是说基本上那个跑道啊，就是瓜地马拉那个国家那个机场跑道，747落的话，因为它没有满载嘛，整个飞机重量比较轻，所以还有足够的胆子比较大。那个，一切是安全为重了。是，当然就是一切要以安全为重。刚才那个王。调查官这边也提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是那个长度不够的话，他就必须要就重飞嘛、就是、好，那不然最后再拜托局长一件事情，就是您可以的话了解看看，那这一次跟蔡总统的专机如果刚好又是同样的驾驶，好，那要提醒一下，我相信是不会同一个驾驶，因为那个是原来是波音747的飞机、这次他搭的是777的飞机，所以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机师的那个不一样，他不管是机长或者是那个整个驾驶员都是飞777的驾驶。希望说这一次总统出访回来不要再有这种画面，然后或者说让人家捏一把冷汗的状况，再一次讲安全是不能够走在悬崖边呐、啊，是，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接着请萧美琴委员。好，谢谢主席。好，请主委，请黄主委。诸位哈，我想我们国内哦这几年来比较重大的飞安事故哦，都是跟这个复兴航空有关哦。那么在你们过去进行的这些重大飞安的调查完成之后哦，我们其实也特别的关心整体的飞安是否哦有确实的改善。那么尤其是像花莲地区哦，目前也只有复兴航空一家哦在飞哦。所以如果说民众对这个航空公司本身飞安的信心没有办法提升哦，也是影响整个往来进出的交通。那事实上现在搭乘率也比较低哦，是偏见也好，或者是心理因素也好，或者是实际的安全状况也好哦，但是对于我们各种交通工具安全的维护还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哦。所以我要了解的就是说你们照你们的报告里面写到哦，你们最近的一次飞安调查报告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哦，但是其实重点不只是调查的内容哦，包括后续的一些具体的建议。那我看到你们也有一些对于近年飞安事故的趋势以及这个相关的分析哦，那这个趋势有几个让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地方哦。如果说过去这个十年，我们以十年为一个单位哦，相关数据显示哦，早期大概是驾驶员跟天气因素、天候因素是占比较重大的一个比例，但是过去这十年哦，这个系统跟设备哦，它的相对比例是攀升，甚至是超越天候因素，但是这个有点违反我们的一般外行在看这个事情的基本逻辑哦，因为各种的航空器材其实一直在精进，科技也一直在进步，那系统跟设备理论上是应该不断的在精进跟提升，但是在各种的数据这个
国籍民用航空运输业飞安事故发生原因分类统计里面哦，确实系统及设备它发生事故的比例是提高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哦，是我们使用不当哦？那回到驾驶员的这个分类的问题，还是说到底是整个我们在采购相关机型哦，跟台湾地理环境的使用哦，或者是到底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哦，变成这个人为的失误哦，反而是比这个天然的天候的因素还要更严重。那如果是人为的因素的话，那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那不但没有避免哦，近年来还发生这些重大的飞安事故哦，所以我们这当中哦，一定是有检讨的空间呢。一，我们了解航空器能够走向商业化，它的整个系统的设计跟安全跟 risk 应该是非常非常低。因为先进国家都在先进国家做出来的，这是我们的尝试跟理论、啊、是，可是我看你们的数据却显示系统设备出状况的比例却是相对提高。我说明一下再请、哦、好好也调查官再做事实说明。但是我们从这两处重大事情的发生我们去分析，大部分最主要的是那个飞行员在操作上没有完全照 SOP，所以这个导致你系统再好，如果他不照 SOP， 它的风险还是蛮大的。所以，详细的内容是不是请调查官？好，没关系，可以请调查官再说明哈。但是因为我看到的图表哦，是针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分类统计表。那在这个统计数据里面，驾驶员也就是纯粹人为因素跟系统设备的这个是两个分开的 category 哦，当然驾驶员要去操作机器，可是在我的数据里面我看到这两个是分开的，所以对于机器设备本身它是不是有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只有在台湾会发生还是在别的国家也一样会有这些状况呢？是，这边跟委员做一个说明。事实上委员您刚说的是正确，就是我们每十年统计看出来的趋势，事实上是我们人员的因素是有下降，机械跟机械相关因素是有上升。那主要的原因我们有在细部的分析过，主要的原因事实上大概分为两个这个面向。第一个是很多因为机组件造成的飞行事故是因为空中压力异常，有好几件，我们过去大概十年来调查了，大概有七八件都是因为空中压力异常。那空中压力异常是因为加压系统，说大部分都双发动机的加压系统因为某一个零组件有关系，那这跟原厂当初制造比较有关系。那我们也提供飞安改善建议，我们提供给原厂，所以这是一项，就是虽然它对整个飞行安全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整个高度的控制是会对人体会有影响，所以这是其中我们发现它升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近年我们发现维修方面对于发动机，尤其是普通航空业，对于发动机的维护或它的叶片的这些铸造方面的问题也有发现一些问题。所以因为我们这十年来调查一些，事实上是的确在机械结构上面或是设计或是零组件上面是有比较升高的趋势。所以您刚委员刚刚讲，但是我们整个评估起来它都不是对于飞行安全有那么重大的影响，那些主要的组件，而是对于整个系统飞机系统其他的一些零组件。那我们这些状况跟比例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是雷同的吗？还是我们这里的状况特别多？就我刚才提到的，对于这个加压系统的这些零组件的，那这是全世界都类似的，就事故比例，对事故比例那是类似的，因为那个发生在全世界，相关原厂也在极力的改善这些相关的问题。那对于我们后来提到第二点，就是我们人员维修造成的叶片或者是造成发动机的一些操作上面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会再加强努力。好，那就我们这边可以主动去影响的，大概就是人员的部分，是维修除了驾驶员，还有维修的部分哦。那因为现在近年来，民用航空器其实增加很多哦，全世界其实发展的也很快。那在驾驶人员他
全其实世界上国外的市场也很多，有时候薪资条件也比国内的还要更优渥、哦、那我们在人力的培训上面就特别重要、哦、来维持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哦、那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改善的建议报告里面、哦、整个飞安环境改善建议报告里面的第四项、哦、有特别强调、哦、这个建议航空业者加强驾驶员落地重飞的这个训练跟决策、哦、那这个部分有后续的追踪吗？有航空公司有确实在执行吗？是，目前我们给了航空公司的建议，我们会委请民航监理机关来督导航空公司要确实能够执行这些改善建议。好，我看你们的建议里面也有提到说应该要安装检视飞行记录器、哦、难道目前不是所有的航空器都有装吗？现在民用航空器都就是航空公司，一般大家讲了解航空公司都有装了，但是对于像直升机、旋翼机或是公务航空器，因为这些航空器非常老旧了，当初设计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嗯、那我们现在是在做研究，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简易型的可以放在飞机上面，有点像行车记录器，但是比较精细的、嗯、那我们今年有个研究计划，对，我们现在正在执行这个计划、哦、所以就目前还没有全部安装，但是是已经有在执行中，是这样，是、嗯、好，那最后我要问的就是现在其实超轻航载具、哦、出事率也是蛮高的、哦、我们三不五时就会看到相关的报道、哦、但是因为现在国人他的整个休闲娱乐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比较往这些寻求一些新形态的娱乐跟刺激的方向，也越来越多人有兴趣、哦、那尤其东部地区的新的观光形态也包含这些这个超轻型的载具、哦、但是目前好像这个管理并不是整个规范并不是很完整、哦、那你们过去对于相关事故事后的这个调查、哦、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是，我想经过这几年来民航局他非常努力的把这个整个超轻型载具的活动的管理办法把它能够要落实，那也定了合法的空域跟合法的操作场地。那我们目前在调查超轻型载具的事故，大部分都还是在非法的活动场地跟非法的空域在产生在活动，所以目前来讲，但是它空域场地非法跟事故本身发生它的关联性是什么？就是说你把这个场域合法化，但是它事故是不是还是会发生啊？对，事实上就是如果场域合法，然后活动团体也合法，那就是相关人员要取得证照，航空器要经过一些适当的维修。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证照的取得跟训练还有对空域的熟悉度是不足的？ 是，如果他是违法的话，他可能这一方面他都没有在做这方面、嗯、好，那你们在过去这20年发生的十几件的这些事故调查之后应该有一些结论跟建议报告吗？是一些简易的，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这个非专业外行看得懂的一些基本的建议方向哦，能够书面的提供给我们，好不好？嗯，好，谢谢。我们接着请赵正宇委员。谢谢主席啊，直接请主委哈、啊。请黄主委。主委长、哦、你很有学问而且很客气、哦、这我看那么多官员答问、哦、那您是最客气而且 也很专业啦，有进入状况了、哦、不过飞安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也知道嘛、哦、那个主委请教一下，我们很多机师啊违反一些规定不是有罚款吗？罚什么2万啊4万啊6万有没有啊？你觉得这有作用吗？ 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作用，对吗？我觉得你罚这么一点点钱，他还是哎，还有人不听航管指挥，有没有？要该左转，有没有？为什么落地的时候还会冲出跑道，还是走错边，还是滑到我们的草皮，有没有？这都是有没有？因为他已经降落之后，机师一个心态有没有？他放轻松了，有没有？他没有那么积极，有没有？他可能开飞机的时候，反正要到滑行道了嘛，哈，就比较放松，所以往往产生很多这种问题哈，尤其是我们华航公司，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再教育我们那个机师有没有？特别要跟他们讲。还有我们常讲，我们这个，华航大部分都是
空军退役的嘛，这个空军退役的军人的个性呢，就誓死达成任务嘛。这个降落的时候，万一降得不好啊，或是超过了，或者硬要这样降下去，有没有？这个因为重飞，我知道飞行员，因为我们邻居有一个那个邻居的小朋友，他也是那个我们的华航的驾驶，他以前也是空军退下来的。他说哦，这个军人啊，这个开战斗机啊，这个重飞啊是很丢脸的事情，这个不能把它当成战斗机来开啊。现在一般老百姓认为，哎，我们某个公司啊，有没有他的飞行员都是那个空军退役的，所以他降落的时候有没有非常重落地，有没有？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飞安是非常重要的。这外面人讲到这样子哦，是非常不好的。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你是讲的比较直接哈。我比较直接，我很直接讲。我讲的比较客气哦，叫艺高人胆大。艺高人胆大，不是这个。现在你要跟他们讲，重飞不是什么问题，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對對對，因为我降落可能有风向啊、风速啊，或是这个那个仪器的问题，或者导航的问题嘛，那没有关系，我们重飞嘛，这个我们已经有建议，对，一定要建议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特别要重要，哦，最重要。那我讲说2008年的时候，不是1980年的时候有没有哈？那我们华航一架飞机，我想在香港降落的时候重落地嘛，这个尾部有没有擦撞到地面嘛，损坏了嘛哈？那另外一个还冲出跑道到河里面去，你也知道嘛？我讲这个。1980年这一架2月7号发生这个事情，他那个蒙皮受伤了之后啊，搭到2002年的时候，澎湖空难来了。为什么？这个当初他修复的时候，但是经过了20年，这20年金属会疲劳嘛，这蒙皮都会坏掉。这表示我们的就是我们讲的哦，我们有一个什么员？第一个航务检查员，还有试航检查员，这些检查员去检查的时候就是不负责任。没有很仔细，而且便宜行事啊！这些飞机你看，像777-200的这四个引擎的嘛，你也知道这个老旧的哈。那刚才我们政委员问我们总统，这是做什么？做波音777这个双引擎最大的飞机是最新的，对不对？我讲的对不对？他敢坐747吗？我跟你讲，我自己都不敢坐。我跟你讲，那平均的年龄，我们华航和远东只有8架嘛，那华航啊也是一样哈。它是都超过22.9，大概23年的老飞机，相当多，有22架。我说这些老飞机啊，超过20年，我想我们汽车啊，一般5年是不是要一年要大维修？不是大维修，要检验，要到检验厂检验它的什么刹车啊，它的灯啊，它的引擎啊，它的一些设备嘛。那10年以上的，我们汽车是每半年检查一次。对对对。那我请问你，像这个20年以上的老旧飞机，你是多久检查一次？这个要请民航局来打。民航局局长，林局长，局长你也想半天要检查几次的？不是，我们这个老旧飞机的定义就是超过14年，我们就对14年就是老旧飞机。我们这个飞机其实它不是按那个，它是看那个起降还有那个 mileage 来算，什么 A check C check 啊，就是照这个来的。刚才委员讲这个747-400的飞机，虽然是比较算是旧的机型了，但是它四颗引擎，最主要就是说它安全嘛，对不对？比较耗油了，比较耗油也安全了。发动机如果两个坏了或一个坏了，还是继续可以飞。但是它是比较其实蛮 reliable 的一个机型了。当然现在来讲，从节能减碳。现在都是777啊、787啊、350都是两颗引擎啊。对。但是现在引擎也是越做越好，它的可靠度也比较高。这个我都知道，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了。这个华航为什么没有赚钱，就是因为747太多了，四个引擎啊，然后吃油吃太多了啊。是。上次都有答复了，你也有听到啊。是。这个不要去讲那个，今天不是跟你讲，我讲安全的问题。是。今天那个飞机已经损坏了，修复了，但是修复这个它的面积很大。哦，你这个定期保养、定期检修有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做好嘛。哎，这个笑话，施压在高空有没有空中解体？哎，就表示我们飞安做得很不好，我们的国人就便宜行事，局长对不对？哎，我们看一个电影啊，日本啊，有没有那个小朋友去看那个修复工厂？有一个技师，他一个把手不见了，我跟他整个工厂不用休假了，是整个在找那个把手。哦，现在我们郑宝新。委员讲的整一桶都是零件，装回去，怎么还有一剩一桶？我跟你讲啊，
这就是非安的问题，这就是教育的问题，还有责任心的问题，便宜行事。我跟你讲，某个厂的你们开车看公车，我们是自己买的。你去看那个修车的那个，为什么某个公司的那个他的车子销量非常大？他修维修的技术非常好，因为他技术好，维修好，后勤好，所以他的车子销量大。他们在做一个保养的时候，就是一个篮子，他不会多一颗螺丝，也不会少一颗螺丝。那其他的保养厂，民间的要找个白手套到哪边去找？找个螺丝要跑哪边找？有没有？那个找个起子也找不到，对不对？那也掉了满地，也搞不清楚，这就是管理的问题。所以说，你当民航局局长，这个非安很重要。我刚才讲，那机龄真的太旧了，那个是落后国家，我们卖给人家的，难道我们变成落后国家去收这些吗？时间到了就要换掉，是不是？你那坐车十年，你还要不要坐？很少了，一般都是赶快就换了，现在弄租赁的。我想这个飞机也是一样，我想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我想诸位很清楚啊，你也经历很多了嘛，你也到一定的年龄，以前出国是很少人出国的，现在出国跟那个到南部一样啊，是不是？现在空中飞的飞机，我看比汽车都快多了。那飞安的问题非常重要，那管制员的人数都不够，你是不是要赶快加强、赶快训练？啊，你不能说去年核定了，今年那样，我看你们。去年民航局也是慢慢吞吞的啊，是不是？那个一个滑行道修这么久，既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修，我们可以找国外专业人来帮忙来修，是不是？不一定说要扩大内需才用我们自己的人，也可以找国外。那你看很多国家都是，我们现在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国，一个经济的大国的观念啊。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不会修，我们可以请别人有一些专业的技术来，搞不好更好。来可以给我们来学习嘛，是不是？不要全部都是我们什么四 C 监造啊，那个我们那个国工局在做啊，都是他们自己人在那边弄，对不对？弄了半天也弄不好，是不是？花那么多钱又花那么多时间，没有达那个效果。像我昨天讲啊，你要排水沟，奇怪，那个你有看过马路没有侧沟的吗？就是我们桃园机场，这个很厉害，是不是？一个侧沟还可以离一个花圃，再离一个树木再过去。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啊，很多建设，很多，尤其这个公安、这个非安的问题啊，真的非常重要。我想现在每个人哦，出国几率非常高，然后你这个一发生机温的飞机那个失事啊，马上就会机温了，你知不知道？这非常严重的，这个会传染的，这个会闹国际笑话。这个我们桃园机场也闹笑话，闹了两次了，三次了。我想这飞安哦，我们一定要把关好。局长，你有没有信心啊？有，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把飞安做好。局长，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当立委，我看我们这些，我是基层出来，我当议员当四届，以前的市政府、县政府、公所做事都是便宜行事，现在不会哦，现在他们非常积极哦。我以前讲过，你看那市区道路属于地方政府的，以前做的不怎么样，现在做的非常好。反而我们的公路段的国道的会做会比较不好，为什么？因为基层的人慢慢起来。反正你们这些中央部会的官员应该要学习一下下面的精神，要把我们的建设做好，还要把我们的公安做好，一定非常重要。我讲飞安，我真的很担心，尤其老旧那个机龄啊，超过14年了。刚才陈如你讲的局长，赶快要该换的就要换，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们接着请简东明委员。主席啊，各位委员啊，下面请主委啊，还有请飞安啊，王调查官。王调查官，跟这个民航局啊局长，林局长，诸位你好，你好，一个空难的发生，带给家属是永远的痛，每次这个提到这个飞安的问题，
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经常在讲，我们这个家曾经发生过，我的家人啊，我的哥哥，在26年前啊，因为刚刚台风第二天啊，就执行任务啊，在嘉义飞机失事啊，18个，现在已经盖了一个庙在那边，18将军庙。啊，当时我大哥是上校，才42岁。造成了这个空难之后，每一年，啊，我们都是没有间断，空军每一年都会办这个啊祭典。啊，所以我想啊，这个飞案的问题啊提出来，啊，大家来共同来讨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般的单位。啊，可能可以啊松懈一点，玩啊放松一点，但是我们觉得啊，你们这个关系到非安的问题哈，这个螺丝不能稍微松动，永远都是要拴得紧紧的。我们看到啊，最近啊所发生的两件啊这个非啊空难的问题啊，103年7月23号的啊澎湖的空难。还有104年2月4号的这个南港基隆口的这个啊复兴航空的两件都是复兴航空哦，这空难啊所发生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啊，我想主委应该都认同这是人为因素嘛，是不是？啊，调查官啊，那个我们调查官这个、调查的结果啊，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不是说明一下？人为操作 SOP 的问题。高委员是第一个案子在澎湖的，我们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飞航组员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对，是人为因素啊。是，那第二个案子我们应该是在近期会发布调查报告，所以这个我还不方便跟委员做报告。这还不方便啊提出，但是这里是很明显的一个人为因素了啊，怎么引擎两个都会同时啊停止运作呢？啊，这我想。啊，像这样的状况啊，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注意有关于我们这个飞官，包括我们地勤所有的人员的一个训练的问题。啊，因为训练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啊切实。啊，很少我们这个不单单是台湾的哈，包括国际间发生这个空难，几乎都是人为因素了。啊，除非是啊，因为啊，那个，像有的是演习啦，或是故意啊，用那个用炮弹呐、啊，用飞弹来把它打下来，啊，其他的因素大概都是人为因素，所以希望我们主委啊，包括我们啊飞安啊方面的这个调查的啊单位，还有我们民航局，应该都要啊加强。那么现在我再请教一下我们局长啊，那个局长，其他的请坐了啊，请回坐。男女啊，这个刚才啊刘兆豪委员也提到了哈、啊，你们也提到啊，说今年我们会啊采购新型的飞机嘛哈、啊，新的飞机。是的，会今年在11月11号之前嘛，大概有4架新的。因为我看到听到刚才局长的这个。打选哈，啊，还是很没有办法，啊，非常的确定。你什么时候这个飞机4架飞机什么时候到位？现在已经有一架在台东。现在已经就在有一架在台东，但是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营运。因为它是新型的飞机，所以它必须先经过这个型别认证之后，然后才走5阶段的那个程序。所以我想刚才你给我们刘兆豪委员的那种信息哈，我是非常担心的、啊，因为我是非常不希望说，我就像我们上一次啊所承诺的事情哈，又重演啊，好像啊我们在讲说什么时候的一定的期限啊可以达成，结果没有兑现。是委员非常关心这个了，上次就是全球通。这个公司它整个筹备的时间就是造成延宕，就来不及，所以、啊、不单单是延宕啊，那个是严重严重的一个失信隐瞒啊。
的一个问题。所以他那个许可就被取消掉了。连我都变成传出去的信息好像变成我们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一个四架飞机我们最近都一再提到，媒体都在登。局长是不是能够确定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四架都能够营运？就是11月11号，就是前四架都会进来嘛。11月11号，11月10，我们是希望报表到时候要看不到，因为飞机老旧，这个也是空难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了。像德安航空的飞机目前在飞的那个都机龄都已经相当高了，比较久了，对，比较老旧，大概都超过20年嘛。所以就是要汰换嘛，所以才会引进新。那局长大概都超过20年嘛？是。对呀，这个相当令我们这些游客，包括当地这个岛屿族的居民隐忧的一件事情。因为空那个飞案的发生那个都是相当严重的了。另外我在看到你们这个报告里面当中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机场的问题。那么蓝屿机场的设计跟这个运作的这些规范有没有符合标准呢？我想那个离岛机场基本上我们都是会定期做必要的这个整修了。那最近也会在蓝屿机场这边来先做一个局部比较先期性的整建，后期我们会来重铺它的一个跑道。记得这个机场的跑道好像很久没有铺了。所以刚才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先做一个先期的一个整修。刚才朱委也在提到这个机场的跑道的一个那个路平那个机场跑道的那个一定要平，但是因为那边接近海边，刚好就在个海边是的，你没有好好的做一个维修很容易发生状况。再加上它的长度1080公尺，它的宽大概60公尺。宽应该是还是符合，但是它的长度你认为呢？局长，它那个长度就是现在目前多年有228是可以起降，其实未来那个 -6400 也是可以起降的，是没有问题。它可以起降，是的。我想每次到蓝屿，我们始终在起降的这个问题方面呢，除了机场的设施我们非常担忧之外呢，我刚才讲过了那个跑道。那飞机降落的那个跑道也是很久没有把它铺，没有重铺，这一点请我们局长能够重视。是。另外，我们这个恒春恒春机场恒春机场是从2014年的8月就103年8月。飞了两班等于是飞了最后的两班之后，现在经过20个月，已经20个月了。是。那个游客就是游客挂零了。是。再也没有飞了。对，因为20个月了。现在。委员做一个报告就是原来那个利荣是用那个 -8300 在飞那时候有飞航。之后呢，他又引进新的这个 ATR 这个新的飞机，他的飞航的标准就是在复兴空难之后，他也提高的飞航的标准那所以这个受这个天候的影响，他这个现在等于是荒废在那边了。但是我们民安局这个地方跟屏东县政府，好像屏东县政府希望能够转型为一个国际的一个机场。你们也好像也补助了经费给屏东县政府嘛是来做一个整个规划的一个这个设计好像在这个月这个月这个报告其中报告就要出炉。其中简报，对，其中报告这个月就要这个其中报告就要出炉嘛其中，对对我想这个荒废这么久的一个设施希望我们这个民安局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这个重视，是看看要怎么样去转型，是协助屏东县政府看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好，谢谢委员，谢谢。接着请林俊宪委员。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惠安会黄辉主委，请黄主委。还有我们民航局林局长。林局长。好，谢谢主席。你好。主委好，对啊，应该称校长。我是成大校友，那校友见到黄主委，我们都尊称校长。那主委来担任我们惠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难怪我常看见你南北奔波啊！但是我今天要向你请教我们惠安委员会里面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惠安委员会在组织上啊，以及在功能上，他所提出的建议、要求、改善措施，那对民航局这边有多大的一个强制性呢？我个人的感觉，强制性不高。不高哈，不高，就是你提的建议啊，民航局都不理你，除非行政院列管哦，除非行政院列管，那惠安委员会存在的目的就打折扣了，这民航局不甩你啊，啊，所以我们这里有个局长也在这边哈，我看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啊，在之前在去年啊，复兴航空有两项重大的飞安问题，那其中呢、啊。我们惠安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民航局的一个组长表达对贵会啊所提的建议尊重，这公务体系讲尊重啊，大概就是看一看了啊，可能就放在抽屉里面，我不晓得。那请问黄主委，你刚说我们委员会所提出来的建议案，除非行政院列管，否则民航局大概就不大理你们，这个意思吧啊？那我请教，那现在到底有几项，有多少项是行政院列管的？有二十九项。二十九项，但是这二十九项从哪里来？飞安委员会提出912项的建议案改善措施，那只有27项列管，那你们其他800多项啊？已经结案啊？已经有结案了。一定有决案了啊！那这二十九项，请教一下林局长。好，抱歉了，局长。那是29项，我们民航局准备怎么处理？我们都是会照那个飞安会的建议，就是把那个执行的情形来呈报交通部，然后再核转行政院。所以这29项，既然行政院列管，那么应该你们就是要完成哦。有，是的，就是照那个时程去完成，就是要照办啊。所以刚才主委讲的有800多项，就是过去有执行完在列管以后就结案之后就、哦、所以飞安委员会的提案对你们来讲，你们应该是要作为参考、尊重，还是去把它完成？我想那个还是觉得飞安委员会很讨厌啊，专门在找麻烦。没有，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它立案，能够。去执行，然后就是呈报行政院。我今天特别提这一点、啊、就是希望能够了解到我们惠安委员会啊，那如果提出来的建议案没有受到行政部门的重视，甚至没有约束力，没有办法去执行，那惠安委员会存在的目的啊，我就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了。好，那现在既然在这边我们已经提出来，行政院有列管29项。那请问林局长多久可以完成？我想每一项啊，就是大部分呢、啊、都已经比较急迫性要处理的都已经完成啊，有些有时间表，可能需要时间的，就是照那个时间表的那个期间来完成。好，局长好，因为时间的问题哈，我大概就请教你到这个地方哈。那林局长可以先回席了。最近我们惠安委员会啊，好像有异动，委员有异动嘛。其中有一位请辞啊，他是我们机场公司新任董事长曾大人 的太太啊，他说因为他先生呢担任了机场公司的董事长，所以他辞掉了飞安委员。另外我们有新聘一位委员啊，这位委员是4月才上任的，我大家看一下他的背景是不是这样子。对，
飞安委员会啊，掌管飞行安全，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了。万一啦啊，有发生飞行事故的时候，它做相当重要的鉴定、意见的调查。那同时呢，在平常啊，它应该也可以来监看啊，来督促我们一些改善措施了。但是呢，在四月啊，这位新的委员姓杨啊，杨委员不知道有没有在场啊？没有。但杨定辉委员啊，在四月到任之前，我们飞安委员会大概有七位哈、哦，七位对，七位哈、哦。我看了一下各位的背景啊，我们的飞安委员会啊，各位的背景哦非常丰富啊，但是啊，没有一位会开飞机。我不晓得哈、哦。如果我们的飞行安全委员，他的背景啊，在组织法任用里面确实没有错了，他可以有来自各种不同的。但是啊，如果没有一位飞安委员会开飞机，那这个我觉得就很离谱了。就好像说，你调查道路安全、调查车祸的鉴定事故单位，没有一位会开车，那你怎么知道万一事故？在驾驶员、飞行员，哦、以及机器、哦、等等，自己都不会来使用这个机器，那你这样的调查，我觉得委员的背景非常不够完整。我可以提几点啊，给大家做参考了。美国联邦政府啊，非常重视这个区块，他特别成立一个联邦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啊 ，NTSB。主委校长应该知道啊，这是一个联邦政府里面的独立机关，他专责啦啊，有很多的事故，他不像我们台湾分开啦，他的铁路、公路、航空都在里面。那其中他调查的飞安委员啊，像美国 NTSB 的飞安主席啊，是哈佛大学航太法律飞行员，他会开飞机，有飞行安全的背景。他的副主席有飞行伤亡鉴识的背景，他的委员啊，其中一位哈，我举例了，资深飞行委员的背景，南加大的事故安全调查硕士哈，叫 Robert 哈。另外呢，我再随便看一下，他另外一个委员哈，也是资深飞行员，密歇根大学航太博士，美国负责调查飞安的委员，几乎了。都是有资深飞行员的背景，台湾刚好没有一个会开飞机。跟委员报告一下，校长、啊，校长，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专长哈、哦，不是，不是，如果水利海洋工程哦，这个，大家看到你要立正站好了。但是啊，这个飞行安全呐、啊，虽然我们的组织法允许啊，有各种不同背景，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几位飞安委员的背景，航空气象、啊、有两个，工程一个，还有心理的，学心理，学法律，对，总要一个会开飞机吧？有一个熊委员，现在是杨定辉也是，杨定辉才刚刚他对，今年四月才来 啊前面是熊委员，所以既然你都连飞机都不会开，那么在调查事故的时候啊，变成你要相当依赖啊，我们委员会里面的一些资深调查官啊。变成你要被幕僚，我很担心你被幕僚牵着鼻子走啊。所以我认为飞安委员，我尊重各位的学经历、专业背景，但飞安委员很重要了，应该要有更专业的，不能抽佣的了，不能随便找的了，那至少应该要有一半以上啊，要有飞行的经验吧。要、啊、不然我请我们主委，你去比较一下，你就比较美国，比较日本，他们飞行安全委都调查委员，他们个人的身份背景，你来调查看看，那一定是着重在飞行上面嘛。主委要补充吗？就是因为有这种考量，所以今年四月的时候就特别邀请杨定辉委员，因为他是总机师。另外我再跟
主委探讨一点哦。飞机啊，我们对这个机龄啊，飞机的年龄使用年啊，哈，法律上目前没有规范嘛。嗯哼。我看到一家航空公司啊，像我们国内的几家航空公司里面呢，远航的平均机龄啊，大概最老的二十一年，20几岁啊。哇，20几岁可以从出生啊练到大学快毕业了，这个飞机还在飞啊。我不晓得，当然也不一定啊齁，那老旧的飞机就比较危险。但基本上原则上机械会老化嘛，啊，金属会疲劳。所以当我们在公路，尤其像那游览车巴士啊，我们有定使用年限的哦。车子新旧，你载入客要5-6年的新车哦，超过不行哦。为什么飞机没有？飞安委员会这边要不要有一些要求？要不要？那什么几年以上叫高龄飞机？主委你认为呢？照民航局讲是14年，就算老旧飞机。几年？14年。14年哦，你看这些都20几年，都20几年哦。华航也有22架，远航最严重，远航八架哈、哦。最年轻的17年，超过14年嘛，那平均22年，21年了哈，那怎么办？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飞行的安全？那目前我们有没有办法要求他要更新他的机队？那为什么我们对一些汽车、游览车都要限制他的车龄使用年限？为什么飞机没有？诸位，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我要参考国内外的状况，对吗？我们再来研究一下。那汽车呢？巴士呢？对。为什么叫限制呢？还要再参考？这个是已经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一个事实，好不好？好，诸位，好，谢谢哈，谢谢我们诸位，谢谢主席。我们接着请李鸿钧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有请主委跟局长。请黄主委、林局长。那主委哦，其实刚刚林委员在上面的问话哦，其实我在下面听哦，讲真的，您的答复哦，跳脱太远哦。那当然，你在水利工程这方面你是大前辈哦。我老哥好像也被你教过、哦，这你在这个的背景上面算是有他一定的在社会的认同、哦、那当然，流体力学来讲，在水流跟气流上面其实有很多共通的部分了、哦，这也是事实。不过在飞安上面的话，毕竟还是有他另外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部分。那我先这个先不谈这个、哦、我们先谈另外一个、哦、我想请教两位，最近华航工会的抗争的问题，身为飞安会的主委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跟这个是管理的问题了，跟飞安、哦、没有直接是技术相关的。这是你这样的答复。那局长呢？我想对于这个华航劳资就这个争议部分呢、啊，当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协商好，能够处理好。这个是这样的、哦、我跟两位讲了，这个绝对跟飞安有关。是。为什么要限制他工作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包括空服员，包括特别是 pilot， 特别是机师，为什么要限制他飞行的时间，还有他休息的时间？就是要让他有充分的精神能够开飞机嘛。是不是？是。所以这是跟飞安是绝对是息息相关的嘛。那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华航的抗争里面，我们单纯看是一个劳资纠纷，可是依照我们在看的，我本人的本席的本人的看法，这是牵涉维安空安的问题啊，飞安的问题啊。那我们如何去定一个该有的基本的，他开飞机必须，为什么我们在开飞机的那个机缘他
必须要开超时效超过多少，他就不能开，因为这牵扯疲劳的问题。是。那他在开飞机多久以前不能喝酒？他必须睡眠要睡多久？这些我们都有规范在嘛？是。有没有规范？有有，我跟你讲，都有规范。啊，有规范，那为什么会有抗争？那所以这个民航局就要介入啊？为什么不介入？我们有了解。我们有参与，这不是了解啊，有参与他们的这个协调，这不是了解，这也不是单一华航的单一的问题啊，是，这牵涉所有的航空的问题啊，是，我们有这一套机制，啊，有这一套机制，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出来？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被动的问题，你们要主动的去聊，主动的去调查才对啊，包括飞安会也要主动介入啊，包括民航局也要主动介入啊，这个是牵涉到飞安的问题嘛。这不是劳资单一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了嘛，是不是这样，两位？是我们都有介入那个整个。你们怎么介入？就是这个劳资在协商的时候，我们都有参与。交通部不是参与的问题嘛？你们要站在的是一个飞安的基本的安全的一个原则下面去介入的嘛？是哪个合理，哪个不合理？你们要去站在这个方面来谈嘛？那他们所谓的。从出发，你现在华航他搬到桃园机场嘛，那他的中间他坐车的这一段时间算不算嘛？那站在飞安的立场，站在民航局的立场，你们要去住啊，不然的话劳资双方永远无解嘛。今天坐在飞机上面跟坐在巴士上面，他的是不是他的一个疲劳度是不是一样等号？我简单问你们嘛，没有答案嘛。那现在的话，劳资双方绝对解不出问题出来。那为什么我们要规定这个工作时效？就是担心他们过度疲劳嘛？是不是？我讲的有没有错？是。啊，没有错的话，你们就要主动介入啊。我想跟委员做一个说明了。目前来讲，华航它的机组员的报到，前舱的话是在桃园机场报到，那后舱组员反而是我现在是这样子，是在松山这边报到。这个我不会去理会这种问题，我是希望你们站在一个主管机关跟站在一个飞安的一个机关的立场，去介入去决定这件方向才对嘛，要不然的话你永远无解嘛，你究竟他的工作时效是多少，要怎么样来定，这个本来就有明定规定在嘛，为什么别家航空公司没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只有华航有这个问题？我想最主要就是这个每个月哈，我们都会了解每个航空公司他所有这个没有啦作业的这个时间。所以你们，我现在还是重申一次嘛。那你现在就是把这个游戏规则讲定了，大家都照这个遵守嘛。那这个所谓的工时的问题，怎么样去定？这也不是航空公司定了就可以了吧？没有，那个我们民航局有相关的这个规定，那就对了。各个航空公司必须 follow 这个规定，那就对了。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去，那就对了。那为什么会有抗争出现？基本上我的了解就是他们这个工会这边有希望更好的这个配，更好的这个配是另外一个层级嘛。依照我们民航局就把这个时效时程该有的这个的。再把它明定一次，大家讲清楚。那剩下资薪的问题，那是劳资双方的问题，是，那是另外一个层面嘛。我现在要跟你们谈的是工时的问题嘛。对，基本上它是符合这个规定了，好不好？是，哦，把这个先确定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刚刚也有委员提到，飞机的机龄哦，那个主委，什么叫 A check， 什么叫 B check， 什么叫 C check，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你怎么做飞安会主委啊？我真的也搞不清楚。局长你知道吗？哈，一般的 A check 就比较普通的这种 daily check， 那这种。所以你在飞机，我们在做定期的检查，都有他的一个所谓的这个 check 的一个检查的这样子的一个。那现在就是说，飞机的机龄，刚刚也提到14年，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年限。我想主委，你学校教书教那么久，什么叫做弹性疲乏嘛，对不对？那弹性疲乏这个，我们基本上我们在飞机的 check 里面是属于第几环节的？
这属于第几环节？民航局？那个有关这个飞机啊，它都有一个 cycle， 它可以飞多少个 cycle， 起降多少都有一定的规定，所以这个东西民航局会 follow 这个来做处理。所以像德安航空，它现在剩三架飞机，就是比较老旧，它有一架就是差不多它的 frequency 已经差不多快到，所以那一架可能就再过一阵子可能就要现在是这样子哦，你不能用这种单纯的这个哦。其实我们讲的所谓的金属疲劳，站在我们工程界来看的话，金属疲劳它该有的基本上到一个程度上面来讲的话，你它就是有它的危险性存在。那你飞机长期以来为什么有一个14年，其实这个也是跟金属疲劳有它一定的相关的问题存在。那我们这么多的老旧的飞机，这也不是德安单一的问题啊。你远航，对，远航，远航每一架都超过啊。它八架就是平均机龄21年多，那就对了。所以它目前也要引进一架新的738的飞机，才一架而已啊。是，所以这一些都是潜在的空中危机嘛。那这些潜在的空中危机，我们不能只是单一的靠着我们的危机的飞机的维修而已啊。你飞机的维修只是看它的零组件，看它的各方面，那对它的弹性疲乏，我们是怎么去 check 它的？那个是要用超音波去照的、欸。啊，那个的话是我们的超过14年的飞机，我们有没有要求它针对这方面的检查做到什么程度？有在法规上有特别需要做的一些安全的检查，当然也正如委员所讲的，会用 X 光去做一些必要的这个 check。那这个 X 光必要的 check， 这个也不是全面性的吧？没关系啊，你懂，你来讲。对对对。报告委员，是高龄机，就是全世界14年，这是国际的一个标准。那超过高龄机以上的，就会有一套特别的额外的要求，因为它已经是高龄机，所以那额外要求怎么检查？谁来检查？就是由航空公司要做，他自主检查嘛。民航他先要报一个实施计划，要对他过去所有的维修，包含金属疲劳，包含重要组件起落架，嗯，这一部分包含线路哈，这个老旧的线路。嗯，全部要先做一个执行计划，给民航局核准以后，他去检查的时候，我们民航局会派员去实地做一个检查。那这个多久检查一次？14年到第19年之间要完成整套额外的一个检查，所以才5年才一次而已嘛。5年之内要完成，5年完成这一架飞机的全面检查而已嘛。他要停下来大概要2到3，就是要将近。我的意思就是说，一架飞机是那么的大，你今天你要做所谓的金属疲劳的检查。那几乎是难之又难、啊、你比较专业，你比较了解这个，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潜在的空中危机有多少，非要等到出事的时候才来检讨，早晚要出事。那这个你飞安会它是属于被动，它不是属于主动。可是我们在民航局，我们更应该不能这样子任意的让这些老旧飞机。我们必须要立的一个真正落实的一个安全机制，这个才对嘛，好不好？好，好，谢谢。接着请钟嘉宾委员。哎，主席，各位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在场的媒体先进和工作伙伴，大家午安。那么有请我们黄主委，请黄主委。好，还有我们的林局长，好吧？我还没开始。主委好，我想请你请教一下哈，您主管飞安业务啊，那么影响飞机安全的哪个因素最重要，或者有哪些因素？影响飞行安全哪些因素？我个人认为，以现在的科技来讲，对，影响飞啊最重要的是人，是人，人最重要，最重要。好，那如果是就飞机的部分，到底是飞机公司比较重要，还是维护保养比较重要？理论上应该是维护比较重要，
维护比较重要，因为飞机要出厂之前，高科技的东西啊，是一定做的 risk 是最少的。好，所以维修很重要。好，那么所以在过去我们的灰案事件当中，这个人为因素因为管理造成的，或者因为机械故障造成的，应该都有吧？好，那么人为因素要透过管理来解决，那么机械因素是不是要透过维修来把关？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的民航局局长哈，是目前国内在飞机修复的能力上如何？基本上修复的能力，当然有些是自己修了，像华航、长荣，他们自己有自己的hangar，是也不是有些他还是要委外去处理了。是，那国内有专门培养修复的人才的培育机构吗？有些学校是有的。好，据我所知哈，那个华航跟长荣他们本身自己就有在训练培育人员，是但是国内呢有一家湖北科大，他有专门设这个科系。那据我所知，湖北科大他想要成立民航学院，当中就他的飞机修复的部分，还要取得民航局的认证，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对，他基本上就是要民航局这边这个 check OK 的话才会同意。好，那么在你所熟悉的我们的亚洲的未来的航空市场，是不是持续在成长？是的。好，那你认为在这个航空市场当中，买卖飞机占的产值跟维修飞机的产值大概是多少？比例，总值我想你清不清楚，但是比例你觉得呢？我是觉得委员讲的没有错了 ，MRO 这一块未来是有很大的潜力嘛。是，那么就我所看到的资料了哈，一般的国际的业界估计啊，制造飞机、买卖飞机大概只占40% ，MRO 的部分大概占了60%。那目前在亚洲地区跟台湾有同样的飞机维修能力水准的邻近国家多不多？哪些国家有这个能力？哪些国家比较欠缺这个能力？其实像几个像日本啊、大陆啊、新加坡，其实都不错，都还。那比较缺的是什么？那台湾这边其实像长荣、航太这边，这个华航这边其实也做的不少。我是说东南亚国家呢？东南亚国家其他的，如果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比较少一点，他就你对这个这些国家的飞航能力跟安全和他们的飞机维修的情况了不了解？产业的情况？对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好，那我要告诉您哈，我们看到报纸登载啊，总统府呢已在昨天宣布，总统府正式成立南向办公室。那办公室的主任是黄志芳先生，是我们的前部长。那其中南下政策当中有一项是非常重要的产业。一个是人才培育，那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想请教一下，过去啊，我们的因为我是来自教育委员会了，我要稍微铺陈一下，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训练呢，如果你过去所得较低的时候，你修机车的，是不是收入比修脚踏车的好？因为机车的消费者能力高嘛，你所得提高之后，你去修汽车的那个收入一定比修机车好嘛？那现在我们台湾的国民所得，我们的孩子如果要接受技职教育，你会建议他去 学修机车，还是建议他学修汽车？汽车应该是学修飞机啦，因为坐飞机的人、买飞机的人，他肯花的钱更多嘛。所以目前我们的教育、技职教育当中的汽修科啊，它某个程度上，其实我们该把它提升到以比较高附加产值的飞机的维修为主。你同不同意？我同意。好，那所以我的切入我的重点了，在未来，在台湾的国内的技职教育的培育部分，我们如果再去设汽修科，不只是招不到本国学生，连邻近东南亚国家他也不需要来送来你这里学。东南亚国家他需要送来台湾学习我们的技职技术的，应该是修飞机的技术。这个你是不是也觉得 OK？ 那目前我们在飞机修复的训练教育的能量上足够吗？民航局因为他通过你的认证啊，目前通过民航局认证的培育机构好像只有湖北科大一所吧？还有中华，还有哪里？还有私立的？中华、长荣。那是属于航空公司啦，他们自己训练的地形修复人员，中华科技，还有中华科技大学。所以我是希望说，未来呢，能够民航局为了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对于国内在教育产业部分，他们要增设这样飞航科技的时候，也站在为了我们的飞航安全着起见，希望我们来培养我们的飞航修复人员，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民航局，谢谢诸位。
我们接着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场，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场，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场，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场，请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场，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场，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场，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场，请钟孔照委员不在场，请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不在场，请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不在场，请李燕秀委员，李燕秀委员不在场，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场，请徐正伟委员，徐正伟委员不在场，请 Gorats Yotaka 委员， Gorats Yotaka委员不在场，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场。现在登记质询的委员经已发言完毕，另作以下处理：委员叶怡金另提书面补充意见，委员陈树月、刘建国提书面质询，均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针对本日会议做以下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书面资料及未答复部分，请非安调查委员会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答复。散会。那你应该。